要是你穿自己的跳舞的战靴吧。这个高的肯定跳不了，不喜欢穿黑颜色，先这两双吧。那就他吧。然后呢？这些都是什么？这是什么鞋带？鞋带？装饰的环，装饰的链。那我要把这个鞋带拆掉，然后装我自己想要装的。这些东西是放在鞋上的。但我觉得它本身的这个就已经很好看了，比那些都好看。散散，最近的一个口头禅。散散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真的，你不觉得这个鞋带也很好看吗？哎呀，反正这个也带红色是吧？带红色，我们就用这个吧。我真的觉得啊，我们再换一双好不好？就用这个，最好看的鞋带还就是它，其他都不好看。然后又换回来，我又换回来。这还是不能在一条路上一直走，对吧？随机应变，适应社会，守生存法则，对不对？鞋带我们就相当于选完了，这不是戴在脖子上的吗？不是戴在手上的吗？多合适，好这样。有点大，你们真的会有人把这些东西加在鞋上吗？嗯，会啊，现在很流行 DIY 鞋。是吗？所以要早日走出门店，看一看年轻人就是现代风的这些时尚感都是什么样子。觉得你很时尚吗？我吗？知道就好，不要说出来。其实我基本已经脑子里有思路了。那下一步要做什么呢？下一步就是给我的那个带字母的 Allen 的那一串装饰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。就这儿吧，就因为他写了个 Allen， 真的，不然怎么会选他？ Baby， 你就是我的唯一。好像并没有那么合适。哎呀，非要往上放吗？算了，换一个，好吧。个人感觉应该是放到最上面是最合适的。是挡住了吗？对啊。不能在一条路上一直走，不能闷着头走。放这儿真的会好看吗？不好看的话，大家就见谅吧。还行，还行，不错哦。还行，还能看，还能看。可以给我们看看吗？马上，马上啊！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强迫症啊，这个鞋带啊，不能有一个卷的地方。好看吗？我先自己鉴定一下。还行，真的还行，可以，可以，马上，马上了啊！哎呀，永远忘不了的这一串。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上面写的什么。哎呀，中间有一个地方转圈了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好了，哎呦，这个挂不住，哈哈。好了，最后就是这样子，好吧，最终就这样了。哎呀，画个什么？一共三个扇子是吧？那就写个名字呗，这样还有意义一些。感觉好像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将诞生的感觉。这个很难写，这个还不平。哎呀，哎呀，描一描没关系啊。失败的作品都是描出来的，是吗？哎，看这样写就好多了，搞得我都想收藏了。现在犹如一个书法家呀。不喜欢，我喜欢写钢笔字，还拿过奖。那这个就废了。写的还不错，我就自己夸夸自己。其实我是在引领弹幕飞起来。为什么写国的时候你就哇哦？那个人写的不好看是吧？前面任嘉伦也没哇哦，好像有点歪，好像有点歪。写的最顺的一个名字，可以展示一下吗？没有，写的还行吧，跟我的钢笔字都差不多。写个啥呢？你们投票吧。哎呦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哎呦，这个有点不好看啊。没有，这就狗啃刘海。算了，这样吧，我写 D 福 N 云 S 啊，就这么定了啊。挺好看的，看，挺好看的吧？还是有点天赋的啊！三份著作就在今天诞生了。这些不要钱，这是无价之宝，只能送给有意义的同胞们。来青岛一定要注意，不要看那个天气预报上写的那个气温，没有用。Thank you.
风太大。青岛是这样，比如说今天天气预报如果说青岛零下五的话，那刮起风来青岛能到个零下十二或者零下十度，这算是科普吗？其实所有的海鲜我都爱吃，只不过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麻烦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不会动手去吃螃蟹什么的，像鱼虾呀、或者是虾或者什么海鲜需要去那个壳，我都是用嘴剔的。虾，越野，狗，夏天，干了，没了。四艘，哎，那个不算啊，我这个视野啊，我只能看到这四个，我上个探头才看到后面。没有，我视野在这儿，你过来过来，这是我的视野，你看四艘，对不对？四艘，不是糊弄人的，其实就是为了让我答错，然后发自拍，对不对？我没自拍，没有时间自拍，进了横店就没有自拍了。是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问题就交给大家来回答，希望你们可以在评论区里留下你们的答案，谢谢。太机智了。哎呀，身高好，吃的也好，住的也好，气候也好，人也好，什么都好，就房子太贵了。以后接一部青岛的戏好不好？到时候拍个 vlog， 给你们好好讲一讲我小时候经过的每一个地方吧，找一个现代戏拍。拍的过程中，我去的每一个地方，只要我有故事，我都拍个 vlog， 好吧？前提是接一部青岛的戏啊。